其实我的童年也很有趣，就是它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极其清醒的状态下去度过的，就是它都一直都在中国最冷的这样状态，-30度左右去度过的。它在一个很冷的状态下，其实你可以很清醒的去思考你面对的这些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必须需要一些能量或需要一些热量来去让你促使你这些思考能进行下去，那么你就要不断的去刺激自己的身体去思考这样的事情。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惰性的这种感觉去思考这事情，而是一个很积极的方式来去思考这个事情。我其实现在也离开了我的故乡，去来到了这个北京。哈尔滨其实是一个给你一个没有一个特别民族特色的这样的地方，它不像北京，它有一个很传统的四合院的这种感觉或胡同的感觉，但其实，在哈尔滨，某种程度上，你生活的那个空间很像一个混合体，就是一混合了很多文化和很多文化所带来的这种象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有俄罗斯的建筑，有德国的建筑，有法国的建筑，等等一系列的东西。But China's just confirmed that extreme poverty in its rural areas has now been eliminated. And that also means an escape from poverty for hundreds of people in dozens of villages in your home province of Heilongjiang. What do you think the future is for people there? But also, when you look at China as a whole, a future without poverty? 我其实觉得这个在于扶贫的这个状态里，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光是中国生活水准比较低的人的愿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处于这个低的这种生活水准的人的愿望，就是没有人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没有人不想让自己能具有衣食温饱的这样的状态。其实我在今年的夏天，我也去了中国很多。在我小的时候，我去了那些地方，比如说我去那儿画画啊，或什么那些地方。那些地方当时很穷，但是今天我去的时候，完全跟我小时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就像我在去陕北的时候，有很多我小时候，画很多画都是画的窑洞，但今天在陕北的时候，窑洞其实已经不再是那个土的那个窑洞了，而是一些砖在砌成的这样的一个窑洞。那么它就跟我小时候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当地的人都觉得，很好，这种状态很好，它也很安全，因为下雨也不会面临着坍塌呀或什么这样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是有一点点伤感的，就是你小时候的那种记忆的东西突然间没了，就是它变成了完全变成另一个新的状态的东西。Do your works contain a message at a time when humanity itself is being put through enormous stresses? 是的，就是其实我在画月亮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题材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我并没有去想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区域或者一个某一个时间段里面发生的事情，而是想的我们人类整个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们面临的我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去改造了这个世界，或者我们创造了这些东西。Yang, one day when I can travel safely again, I will fly to you in Beijing, we'll visit your studio, and we'll enjoy your paintings toge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I am James Chow. You're watching the China Current. Follow us on social media at the China Current.